每天都挺累的，除非提前开播之前睡一觉。我开播本来想睡一觉，但是没睡着。如果你野区压力大，我是不建议你 F 六开。比如说对面是男刀的，你第二组 F 六很难守住我。下路其实压力蛮大的，我先那个吧，先这边一个。他野区在的话，要把他反；不在我们就 B。在暴力应该会入线我下半区，他们还没加路子。他来上半区反，哎呦我操，这个有点尴尬。他也没撑，他有男刀。我在上半区的压力比下半区压力小很多。我们抓蓝刀过来就好了，是吧？当个医保还是你抓下去？我还没想到他不入侵，我操！韩服打多了。可能对这种入侵比较敏感，每次想抢回下野区，你下路弱就是弱，说白了。我如果来下路，他入侵，他还没加入路，这蓝组也快，我根本动不了。我们亚菲利欧前面太弱了，诺菲多这英雄第二波来才厉害，他第二波的枪会好一点，你第一波绝对不厉害的。长标呗，我就标吃了。那走着。以前买海妖吧，最近玩海妖盾弓又玩上，玩着玩着就玩的挺舒服的。上单的线得不能推，他的线会亏太多了。或者是帮他越。肯定是囤一波先进塔，他越的话要叫中单，推了就没事了。这个优质线枪应该挺好的，对，明天一用。这两个是控制枪，一会儿他切直接进去战斗枪。基本上这个时候一般是他六分钟，他正好应该是五分半，他切直接进，我在打龙的红白刀。
动的，难道没过来？原来是打逃龙队。哇，无精打采的，听了个怪的。我觉得现在不太理智。打一个回援，一个蓝蓝刀。这也没办法，月下路难道很难，所以有时候不太理智。难道没那么容易瞄我？他偷袭我，我没看见。我第一时间 QAW 回血的话，再加个饼干，应该能锁住。又被秒了，他没点燃，你翻这么高，我欠他这么多血。我打来一点油水都没捞到，全都挨揍去了。
怪野怪全部烧完吧，什么都不用管了。都想买双护甲，睁眼要卖，我不想买睁眼。哎呦哇，四级输出，这回可以买黑切了。我直接用这个车撞两下，等一下啊，别着急，可以撞两下，再把这二塔撞掉，他会直接重置的。
哎呀，烦不烦啊？说实话，我有点困，感觉就像苍蝇一样，我操！人跟跳出来的苍蝇没区别。啊，其实周围摸量可以买。我不是困，我是累。为什么会累呢？没有精气神儿。我昨天睡了一觉，然后起床直播，感觉精气十足。干啥嘞？他们真的很像那种苍蝇。都暴露像那个苍蝇。奇奇怪怪的。想不明白为什么凑我那么多野怪等级还比我低。我将不断索取，不断抢夺，世上再无一物，只剩他一人。难道我给我秒了一个？
要不要做不假心？其实这蓝刀装备对我威胁是蛮大的。我感觉他不会秒我，不秒别人就秒。你的极限了吗？难道？对吧，他们控制 AT 都很多，你左右门可以做的。被蚊子叮了一下似的，为什么觉得他是苍蝇？他从来没有打过架，他一直在我野区逛，也没偷到什么。他其实看似偷了很多野怪啊，实际上不到没有动，因为他控不住野区，你知道。他不懂得如何控野区，然后打他应该后面放镖，好像苍蝇，他会放松我的警惕，这把可以就只会摸人的。补点攻速，先做水银弯刀最好，我无所谓。你要做贝尔杰，你就做终身默认。反野要会控野区。你反第一组也，你要想第二组也能不能反，就是你要去想办法设计，因为你知道他这组野怪，你要控住他这组野怪，不能光反对野，别人跟你换，那不是一样吗？你还没有，你要打的那条路，就比如说他要打下路的，我换野区，他打上路去了。
控不对，去光环也没意义。节奏还不对，龙也控不了。这种时候只有你打不过别人，被迫换。但他不是被迫，其实他有男刀，一直有主动权利。他找不到我。火焰剑应该能用啊，不知道，没用过，改版之后我再看呗。我偶尔玩把海妖盾弓还可以啊，最近没怎么玩闪爆，就海妖盾弓玩不习惯了，我就玩闪爆去了。出装本来我说的没有那么多，别觉得出装很那个，出装要灵活一点。OK， 佛爷玩完了，各位，今天的佛爷环节到此为止，现在开始轮换英雄了。下一个英雄是什么？要不玩铁男打野，我买个桑德纳尔，不会可以玩。下一个英雄是什么？看看阵容好吧。佛爷时刻结束了。闪爆能玩，闪爆是可以玩的，都差不多。啤酒人看看阵容吧，其实可以一把换一个英雄玩。最近玩英雄玩的很多，我也都会玩。铁男打野我也会玩，铁男打野在某些阵容很厉害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挺厉害的。我也结束，你也结束了，为什么？呵呵，主要会有点没精神，懂吗？没精神，就是我昨天睡了一觉，然后今天没睡觉。我想睡着，我想直播前睡一觉，睡午休一下，睡不着。